桑，为报思念的马，写绵长情话，投射了天涯。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，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，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，写月的缺乏，长宿在我榻，写风沙吹成棉花。若遗憾是遗憾，若故事没说完，回头看梨花已落千山，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，深情列庄主，啊，列庄主，列庄主，阿弥陀佛。若不是列庄主，我们要被困在武道城了。是，诸位请坐。今日让诸位来，是想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断雷庄一案。列庄主。老衲有个疑问想请教，方丈请说。当年这个案子就是烈火山庄审定的，如今却又是你们自己要翻此案，这是为何呀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这审案的是你们，翻案的也是你们，这我们倒是弄糊涂了。哎，这两年烈火山庄有很多变故，这案子当年是审错了。哦，审错了啊？错了，所以今日将诸位叫到此处，就是想要还断雷庄谢老庄主一个清白。哦，可是这当年的物证不在了，这人证会翻供吗？物证确实不在了，但是战峰他是一个重要的证人，因为他见证了当年所有的事情。当年这个案子可就是他审办的呀。是，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事情背后的真相。詹师兄，请说吧。其实事情前后的经过是这样的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扶你去我家歇歇吧啊！来，小心啊！来，
水啊。有什么事情啊，想开一点。哎，我战峰昔日受人蛊惑，隐瞒此事，对不起大家，也对不起老庄主。阿弥陀佛。如今道无暇身首异处，这也是他罪有应得。对了，列庄主昨晚是如何脱险的？多亏战师兄。啊。我去放着火器，你们在外边看着，偷出来一个杀一个。是是是。战峰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一浪，你以为你的奸计可以得逞吗？奸计？什么奸计？今日我就来取你狗命。走，关门。放他去平安镇。你要我放他走？是。钟离堂主，跟上他，到平安镇面谈前，他一定会去。是。为何放他？为了一个善心人。我最近一直都在查过去的事情，竟意外地发现一浪的身世。他不是孤儿吗？不是，他是被人贩子拐走的。他的生母是平安镇的皇嫂。他为何不去认亲？可能他不想放下庄主义子这个显贵的名号吧。皇嫂待我不薄，让他们母子见最后一面吧。老板，别怕了，已经没事了。从今日起，你在无刀城人的眼里已经死了，赶紧去逃命，别让他们发现。谢谢，谢谢列庄主。战师兄，你带这个人走，我来引爆火器。好，我带个弟子给你作证。明日见。明日见。哦，是这样。原来是这样。人们险些上了暗河宫和无刀城的当了。是是
暗河宫重出江湖，救济百姓，平尼还以为，哎呀，阿弥陀佛。暗河宫交由我来处理，你如何应付啊？我和战师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诸位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，等到暗河宫的势力土崩瓦解之时，还请诸位助我追剿余孽。好，那就等列庄主好消息。好，静候佳音。列庄主一声令下，追剿余孽就交给我们了。好，各位，多谢。今日感谢列庄主救命之恩，来年武林大会再会。平尼这就告辞了。慢走。告辞了。各位慢走。告辞。告辞。告辞。我也先告辞了。郑师兄，你要保重。老庄主、副庄主、萧峰，如哥终于为你们尘缘昭雪了。方才倒是有几分烈老庄主的风采。当然了，自幼就看我爹虚张声势，早都学会了。钟离堂主，庄主，帮我拿火盆和纸钱。是。列庄主，凤凰姑娘，刀烈香走了，早有预料。我怕他想不开，刀家也没什么下人了，求庄主替雷惊鸿照看他。姑娘有心了。谁让雷惊鸿是个痴情种？即使你不说，我也会这么做。钟离堂主，你安排几个弟子跟凤凰姑娘去认个地方，日夜暗中守护她。是。谢庄主。雷惊鸿，你给我醒醒！你都待在这儿多长时间了？够了！你不要管我。大仇未报，你不回霹雳门，你待在这儿做什么？烈香走了。你要忏悔，你去人家面前忏悔。我找不到他。贺死你算了，你爹白生你了。我带你去找他。他在哪儿？我带你去。大姑娘，你这是要走吗？这天还下着雨呢。娘子，娘子。不要叫我娘子。不叫，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无刀城。是。是我眼下所嫁非人，我去请罪。你跟谁请罪啊？丽香，你们刀家只剩你一个了，你跟谁请罪啊？是。你别总是而是的。刀家数十年家业，如今只剩我一个人。我要回家。担起所有责任，烈香。我们两大门派势如水火，你这一走，我们就是仇人了。你我
早就是仇人了。凌香，凌香，凌香，别追了。我担心他出事。不用担心，烈如哥暗中找人保护他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如哥真是讲义气。一浪当无暇，还赏一个。是雷惊鸿，雷惊鸿在哪里？为何不杀了他？他是如哥的至交。哼，怕伤了你的心上人。是。好，本宫不怪你。风儿以为三公主和雷家恩怨颇深，此事她却最为适合。本宫也正有此意。霹雳门已不复当年，对公主并无威胁。是。我不怕她威胁我，她的命是我对你的试探。属下对公主的心，公主应该明白。你从不忤逆我。当初你送走我最心爱的女人，我没有杀你。上一次你送走雷惊鸿，我也没杀你。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带他的人头来见我。娘，你真的要去？我陪你。你去做什么？我担心你。待不下去了，你听说了没有？当然了，私收暗税，勾结暗和宫，私通倭寇，害得百姓生活的水深火热。对，那个霹雳门好像也是被他们暗害的呀。危害百姓，死有余辜啊！这个城主，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咱们不在这儿住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早在这儿住了。怎么大白天还点着蜡呢？拜堂前一夜，烈香房中的蜡烛比这个还要好看。你要舍不得他，你就去找他，他嘴硬心软。他若嫁我，历经万年也会嫁。他要气我，起码他回去，他会平安。你现在最该回江南，霹雳门需要你。
少主，你们属下二人是十七分舵的，恭迎少主回江南。竟然有人想回来了吗？当然，少主杀了刀无暇，散落江湖各处的弟兄们都相聚到一处了。少主，还有几个老舵主在，我们不怕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回江南。嗯，我送你。不用了吧，我又不是小女人。钟离堂主派出几个弟子，暗中保护雷少主回江南。是，我保你回去。多谢如哥，可是现在我手下无人可用，能否借你的青龙堂一用？当然可以啊。这么爽快，你不怕我？怕你干什么？如果你想做什么坏事的话，我肯定先砍了你。好，那告辞了，烈庄主。武林大会，烈火山庄必有你一席，雷少主。好，那我等你消息，到时候不管霹雳门有多少人，都任你差遣，我们一起消灭暗河宫。走吧。钟离堂主，让弟子们做好准备，很快会有一场恶战。好。三小姐，既然和雷惊鸿那个贼人逃了，回来做甚？这里是天下武道城，是刀家的灵堂，我不该回来吗？你跟着那个贼人？住口！本小姐何时逃了？拿孝衣来。送你最后一程，烈香自今日起要为刀家做下的恶事赎罪，重振天下武道城，无论善恶，死者已矣。走好。这场纷争你们预备如何？血刃仇人雷惊鸿，战风烈如歌。那日武林各派英豪被困武道城，都险些丧命，你们就不怕各派弟子群起围剿？城主被他们杀了，还不让他们陪葬？为城主报仇，不惜性命。过去这数十年，你们是为善还是作恶，自己心里清楚。我们只是听城主的吩咐。私通倭寇，为祸天下，死罪，强征私税，祸害百姓，死罪，构陷霹雳门，残害忠义人士，还是死罪。这些罪名昭告天下，你们一个都活不了。我们只是奉命行事而已啊。够了，我说这些
就是为了提醒你们，江湖各派不来围剿无刀城，那是给了战风和烈如歌的面子。但若你们执意要去寻死，我不拦着，不过不要打着刀家的旗号。三小姐，你不能将所有过错都推到我们身上。弟子们想报仇，不也是为了刀家？为了刀家，那就听我的。如今刀家只剩三小姐一人，我们只能听您的命令了。如若日后你们不想被灭门，就跟着我，除恶扬善，为刀家赎罪。那仇不报了？不报了。城主的仇不报，传出去被各大门派耻笑，沿海百姓和死去的霹雳门弟子，这都是我们刀家欠下的债。那日一战之后，和霹雳门算两清。听到没有？是，是。老板，来两碗面。哎，如歌公子，哎呦，你们回来了。是。哎呀，这次不是又私奔了吧？哎，光明正大。婚书都写好了，这次堂堂正正叫娘子。别贫嘴了。嗯，好，好，你们两个坐，我给你们下两碗面，庆祝庆祝啊。好。面好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好。哎，谢皇嫂。这挺新鲜的。是。看看拿这个。多拿一管。哎，多拿。就要这么多呀。啊。这些汤面了。再来一点吧。又脆又甜了。嗯，好多。烫到哪里了？谢谢啊。来啊！哎呀，为老不尊。慢走啊！你不吃看着我干什么？想跟你吃同一碗面。不行。行。之前听别人说，两个人吃同一碗面，如果吃到最后同一根呢，就代表两个人是有缘人。谁骗你的？试试。还有另外一碗，来，继续。幼稚。这里就是当年我娘逃离安和宫住的地方，所以你当时是有意带我来的。我想。冥冥天意之中，你娘她想见你。娘，我记得婆婆当时跟我说，我爹和我娘成亲，是我娘自己亲自写的婚书，藏在我爹的枕头下面，逼着他去求亲。你娘她真是胆色过人。还有一战了。是。此战凶险，前路未卜。是。本庄主决定，等到暗河宫败落之日，便是你娶我之时。这是抢嫁。是啊。虽是天下第一大庄，可强取豪夺总是不妥。好歹遮掩一点。难道你不想？一句话，想不想？想。想了好多年。
原来是二娘啊。让你逃你不逃，现在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我一战终究难免，何必逃？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上。躲起来。甲一背叛刺伤了，救走了一惊鸿。我救了他，你会丢了性命的。我死，要死在安和宫。快点，天拔剑刺伤我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，快点。娘。快点！为何要你女儿用剑刺你啊，妹妹？忘记我了，三妹？我才不是你三妹呢，我是老公主收养的。可你和罗儿都是我带大的。可是我恨你，杀了我。让我解脱。我是看你还是温柔点好。他为何没死？难道当年公主没杀了他？不，不会，公主要知道他活着，绝不会放过他。莫非？银雪当年救了他。三公主怎么办呀？是啊，三公主，我们怎么办？娘，你杀了他们是要跟我一起逃走吗？闭嘴，刚才你看到的那个人不许跟任何人说，听到没有？是。是去找小姐了，小姐一定会有危险的。万一娘打不过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三妹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恨我？你不是他，他早就死了。他是，是我救了他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在骗我，他早就死了。为了不让暗夜罗发现他，藏了他十几年。我开品花楼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实则只是为他找一个落脚处。为什么回来？因为我想替我的夫君战飞天报仇。你不怕暗夜罗吗？我不怕，我一直都在等着他。我为他做尽了一切坏事，可为什么他心里只有你？见到你，暗夜明，你知道他有多痛苦吗？你走吧，你终究是我的妹妹，我不会杀你的。你觉得他会信吗？以他刚才的反应来看，我觉得他不得不信。小姐，娘，小姐，小姐，你不是什么暗夜明，你是小姐，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心要伤害你的。我娘说她招了季少爷，她要杀了季少爷。我没办法，小姐，对不起，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姐。薰衣，你跪错人了。不，我不会，我不会跪错人。这是我自小伺候的小姐，薰衣不会认错人。是我，小姐，小姐，我对不起，薰衣有罪，对不起，小姐。其实那天你没有刺中我的要害，我就知道你是心软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小姐。请小姐按家法处置，杀了薰衣。你从小爱我护我，我怎可忍心杀你？背叛之罪不可饶恕，薰衣但求一死。你走吧。不，万和宫和烈火山庄一战在所难免，你娘亲又在那边，你不可能不插手。走吧，远走高飞。自此之后，谁死谁生都别再理会了。薰衣，
愿以死赎罪，让我下去陪蝶衣吧，小姐。你想以死赎罪，不如帮我们，这比死有价值。怎么帮？我不能杀我娘。我们要杀暗夜罗。好，我去杀他。请小姐和公子准备好，倘若我没有杀掉他，反而被暗夜罗杀了，小姐不必理会。等等，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凭你接近他十步都难。那公子，我是要你帮我们引出暗夜罗，至于杀死他，是我们的事了。怎成诗？